有请来自四川的钟荣芳。
好的平衡架稳稳地放在那根金属支架上。之前是有一些空调影响是吧？哎，对，有一些风啊，有风，哎，环境不一样。之前就有点手抖。对对对。我还是很感动，您在台上能够很快的恢复到自己的状况，非常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这个牙签网上看来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嗯，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我平时要练我这个平衡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牙签上面织一根羽毛，然后让它转。哦，是原来你练基本功时候的一个做法是吗？嗯，对，就是如果我这次能进入下一轮的话，我下一次再来一个超越吧。我想是这样的，这个节目哪怕再加上牙签也不是原创，但是并不影响你的精彩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